一星期一本书，再忙也不忘记充电。Hello， 亲爱的，晚上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毛小芒。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来自牛油果。远离这四种新垃圾人。第一种，心理扭曲的街坊邻居。前不久，我遇到过一个负能量爆棚的人。每天早上，我送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总会去便利店买个早餐。我要了一个卷饼，收银员却给了我两个。我解释说，只要一个就好。没想到，他竟黑着脸，冷冰冰地说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算了。买个早餐，大早上的被人怼，我心里特别委屈，赶时间带着孩子走了。没想到下一次来这个便利店买东西，遇到这个收银员，他总是不耐烦不情愿。半个月后，我再次去这家便利店买早餐，我要一个白水煮蛋，他却故意把它丢进关东煮的汤里，挑衅地说，你爱要不要，就不卖给你。我真的很生气，那一刻我想和他撕逼，看到他凌厉的眼神透着凶狠的戾气，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。为了保护孩子，我忍了，再也没有光临过那家便利店。后来我才得知，那个收银员随时携带水果刀用来防身。也许有人会说我怂，老公却说我做得对。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垃圾人，他的情绪得不到释放，你和他杠上了，正好来个你死我活。他是单身，而我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每次想起他目露凶光的眼神，我都不寒而栗。也许一个人在社会底层待久了，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仇富心理，他会仇视任何一个比他过得好的人，渐渐的心里就扭曲了。第二种，负面情绪爆棚的朋友。晚上十点钟，我正准备睡觉，接到朋友电话，他说和老公吵架了，想找人聊聊。他和我讲了一大堆家长里短的事儿，我让他早点休息，他却说他每天都是半夜一点才睡觉，直到中午12点才起床，出门买个快餐，回家午休，然后躺在床上刷朋友圈看综艺节目，晚上再叫个外卖，看电视到半夜三更，一天又过去了。我说你这样生活太没有规律了，他却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我熬夜晚睡早起，饮食不规律，可是我却感觉很自由。聊到11点多，我已经困得不行，他却像打了鸡血似的滔滔不绝地在说，我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又接到他的电话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质问我昨晚为什么不说话，害得他一个人自说自话半天。我无奈地挂断了他的电话，换取片刻的宁静，终于知道他老公为什么老是和他吵架。我是男人，也受不了他的情绪垃圾。第三种，心理变态的恋人。去年的7月14日，失踪半个月的中国姐妹在神奈川县秦野市的山林中被发现，姐妹俩被装进旅行箱里，已经腐烂发臭。这是一对来自福建的中国姐妹，姐姐25，妹妹22岁，都是90后，妹妹还是留学生，姐姐则在工作。姐姐和一位30多岁有家室的日本男子交往过，从监控里看到7月6日凌晨1点，日本男子多次进入姐妹房间，手里拿着绳子待了4个小时。早上5点钟，妹妹下班回家，上午10点，
日本男子身背大包走了。7月14日晚，姐妹俩的父亲说脑子很乱，以为是被绑架，没想到遇害了。邻居说，姐妹俩的父亲听说女儿遇害的消息，躺在床上精神不太好。姐姐的同事说，可疑男子有一点变态，目前该名男子已经被捕。看评论里，中国同胞们有谴责，有愤怒，有同情，有唏嘘不已，各种不同的声音。相同的是，大家一致的惋惜姐妹俩这么年轻就在异国他乡香消玉殒，好可惜。为什么这个日本男人要下此毒手？就像姐姐同事说的，这个人有一点变态。一切都有了答案，这个血淋淋的真相再次提醒我们，一定要远离垃圾人。第四种，发起网络暴力的键盘侠。第一次听到垃圾人的时候是在好几年前，感觉离我的世界好远，而最近却发现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垃圾人，它像一种传染病，传播迅速。国外的视频，有人等红灯不耐烦，故意开着车闯到人行通道，见人就撞，老人孩子妇女一个都不放过，肆意的碾压，哭声一片，导致近百人受伤。杭州保姆纵火案的保姆终于被判死刑。我一直没有写这个热点，就是怕看到三个小朋友的眼睛，他们太无辜了，看一次痛一次，真的无法想象孩子们的爸爸有多痛彻心扉。网络暴力却将垃圾倾倒在男主人身上，恶意揣测男主人和保姆有关系，男主人成立基金会是想圈钱。看到这些垃圾人键盘侠的恶意重伤，我们难过。难过的是，为什么有些人连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一夜之间四条人命，一下子失去了四个至亲，他理应得到经济赔偿，可就算给他几个亿，又能挽回妻儿子女的性命吗？善良的人永远情大于钱，心怀不轨的人永远利大于情。最可恨的是，他却把自己的阴暗思想强加于人，以为别人也如他一样龌龊。当然，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善良的，看到评论里有很多温暖的声音，无论是对中国姐妹日本遇害也好，杭州保姆纵火案也罢，很多人都在为死者祈祷。情绪积累久了要宣泄，但请千万不要把情绪发泄到别人身上，也请大家远离朋友圈那些负能量爆棚的垃圾人。感谢今天的聆听，如果喜欢这篇文章，欢迎分享给更多朋友，以及在文末点赞留言。我是今天的主播芒小芒，如果喜欢我的声音，可以在微信搜索芒小芒，芒果的芒，大小的小，就可以找到我。欢迎你关注我之后和我聊聊天，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和我讲述你的故事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。
着吉他弹得太凄凉，哦，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你在何方，眼看天亮。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，哦，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你在何方，眼看天亮。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